小宝宝都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玩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多漏的玩法，就是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圣诞装的一个礼盒。那么前面镜头大家看到了，我订这个盒子。那么其实这个盒子呢，就是如果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包装盒啊，以木头的为优，如果有现成的那就不用自己订了。我想现在各种各样的饼干糖果，其实这种木盒子包装盒蛮多的，只不过是平时没有留意可能就丢掉了，那以后可以留下来，就不用像我这样兴师动众重新订一个。那我自己订的呢，我就这里中间一块板两头留空，这个是拿来漏水用的，我就不打那个透水孔了，反正这个水台应该不会漏水。然后用到的材料啊，盒子、水台，然后铁丝网，图钉，然后就是这一摊多漏。多漏前面也看到我怎么采摘了啊，都是自己加的。那么这两个材料我会在节目的尾声，都是 Home Depot 买的，具体哪个区域我当时都拍过视频资料的，我放在后面，大家如果找不到可以看到最后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做。结块的稍微拉松一点，弄起来就行。图钉的用处，看出来了吗？哇，好吃啊！这一圈到时候我要拿东西装饰起来，啊，这一圈现在就把它装饰起来。我现在去拿。包边，这包边就两指一个图钉吧。刚才我泡了水，把水台，然后现在膨胀的还蛮厉害的，多了塞进去还得拿个工具。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就这根东西一定要长，这个桩子一定要长，不长的话还得撸叶子。这地方有点松了，有点松不怕，可以再塞，从铁丝缝里再塞，然后插尽量紧一点，然后适当根据这种大小来选择多漏的大小，反正大大小小的都有。然后我做这个的时候，我在颜色上并没有很整齐的去归类什么颜色什么外围什么颜色内圈，其实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，就像画画一样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喜好去归类去决定，也可以各种样的颜色随便搭配，这就多漏玩多漏的乐趣。其实老何现在玩多漏已经不在于收集品种，曾经也收集过品种啊，曾经疯狂的迷恋，疯狂的收集品种，现在更多的是一种真正欣赏它的美，并不在于它是什么贵货还是什么珍贵的品种，只要搭配就行了。
这些叶子掰了其实也不浪费的，可以拿去叶擦。至于死活都有，反正，但是多了以后就是觉得也无所谓了。夜叉能活几个就活几个，不要紧。有个长镊子啊，就操作起来会更方便。镊子伸进去还能撑开，然后再插进去。这些我在剪的时候都剪短了，我应该剪得更长一点啊，这样操作的时候会更方便。不行，那就剪一点吧。家里还有，不够还可以再剪。玩这个呢，就是如果所有的头都得去买，那就有点浪费了。当家里已经种了足够多的，有足够大的种群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就是事半功倍啊，想怎么弄都可以。然后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他们如果长大了怎么办？其实我这样操作呢，我就不希望它长得太快，我希望它这个形保持的久。那么水苔本身营养不是很充足，然后平时以后就浇浇水，它的那个颜色状态以及生长速度都会减缓，但是没问题，它能活得好好的，而且状态会很美。但是像这种长得快的，有几个品种长得快的会长出来，长出来怎么办？到时候我们咔嚓剪一刀。它自己会生的很多头，那么又可以继续繁殖。就是我这些地方空隙的时候地方啊，我再去剪一点。像这个品种就是容易挂下来的，可以在尾声的时候我就插在一些空的地方，杆子长，容易插进去，还可以。剪成一个斜45度，便于插进去。然后有些观众老观众会有些疑问了，就是我一般来说是以前一直说过，就是多肉的伤口等风干以后再去种植，特别是种在土里啊。那么我现在看我咔嚓咔嚓剪，然后直接用了。其实，在用于水培以及这种水苔，因为它没有什么营养，没有什么细菌也不多。那么插进去呢，其实风险不高的，有一定的风险。风干以后是最好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我就直接插，问题不是太大。这样基本就完成了。如果以后长根了以后，它自然会里面会互相锁得更牢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。像这种老掉出来，就拿一点新的水苔往里塞，哎，这样很牢了，不会掉了。上面这几个蠢蠢欲动，不要紧，等它长根，它都会长根，会真正的生活在里面的。好，我们拿到室内这样子的植物，我们可以拿到室内有阳光，有点室内光，就光线照着那个窗台往里照射的地方可以摆。啊，一般多肉就不建议在室内种植，但是这种属于水培，水培多肉是可以适当的在室内的。啊，我们只要15天或者一个礼拜拿到外面，让它浇浇水、吸饱水了，沥干水以后再拿回屋内就可以了。好啦，我们来到室内，这么一个礼盒摆在家里。不管是圣诞节、感恩节已经过了啊，但是早点做的话，反正就非常适合下半年各种节日，或者送人，送人也非常气派，非常有新意啊，还自己做的，所以这就是玩多肉的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乐趣，不在乎品种。好，喜欢老何的频道，请订阅、点赞。或者分享给更多喜欢园艺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这样，下期再见。水苔原来在这边，几区啊？6区。水苔。
这里。